片大片的纯白海域花海随风摇曳，一整片望下去看起来浪漫动人。竹子湖海域季月底正式开跑，不过目前海域已经开满七八成，民众把握时间提早上山赏花。现在就要来，这个每年的这个接近三月底的时候，就是海域季开始，像现在就是开的最漂亮的时候，大家都还没有来的时候，抢在人潮之前啊，这是最漂亮的。而到了现场，怎么拍照比较好看呢？其实可以穿上像是粉红色的亮色系呢，碰上一整片的白色海域，拍照起来就会相当的抢眼。穿上亮色系服饰，配上白色花海，照片视觉度大加分。另外，升起自拍棒调到最佳角度，则可以拍出花园一人独享的全景。业者甚至打造爱丽丝梦游仙境，小小兵装置艺术，让花园增添活泼气氛。每年都会来赏花的游客也大赞，今年花海特别亮眼。它维护得很好啦，所以其实开得还蛮茂的。这一区看起来蛮漂亮的，刚开这里还蛮美的。所以是不是看了觉得心情也蛮好的？很好，很好。接下来一周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，非常适合上山赏景。北部、中部、东部白天高温约24至28度，南台湾上看30度。不过中部云嘉南及高屏午后空气品质不佳。另外，关岛南方海面的热低压生成，最快25日有机会增强为今年第三号台风鲤鱼。外围环流最快27号影响台湾，东北部民众请特别留意。记者张龙红平台北采访报道。